上半年我拍的那个古装照，你们期待已久的成品出来了，今天我就过来拿照片，走，带你去看哈。鸡腿瓜，这个全部都在这儿吗？对。来，我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我拍的那个艺术照，我们还有那个亲子装还没拍，钱都交了，以后抽空来拍，因为小猪猪还小，还不配合。现在给你们看个大的，好看吗？蒙了一层布，这个上面有一层膜膜，还有这个，看得清楚吗？哇，这个是个玻璃的，这个好看吗？这次是近距离看的，上次在那个电脑里头没看清楚。这一个是一个试卷，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开始喽。像不像那种画里面走出来的仙女儿？总共有三本相册，三本相册，因为我们当时是拍几套衣服够了，是不是一个相册一本衣，一本相册一套衣服哟？哦，那就是三套衣服。先从这套小的看起啊，这套是上身白浅，看哈怎么样？还可以。清不清楚？清楚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是我摆了个动作，你看，你看这种眼神，你看这种没了。这一套是那个宫廷风，你们看一看，是我最喜欢的一套衣服，这里头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眼神我都喜欢。这种好看，你看，这个忧郁的小眼神。你好像被关起来了，局长。你看这张的眼神，你看哈，大家闺秀。你就是个种地的，你这样看起我像个种地的吗？像。这么有气质的，你看，你看那个，这个就有一种那种。这是什么来着？失去夫君了，思念他。好。这个好像就夫君回来了。你懂完的你，这个没了，这个没了。这一本是那个仙侠风，当时做的大的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很仙气飘飘的感觉。孩儿他妈也年轻过，漂亮过啊。仙女里面，七仙女里头的一员。不是我要自恋成这样，你看。可是你的缺点就是那颗牙。还有我的手粗。你看这个像不像那个嫦娥？对吧？是。死牛郎。这个才是死郎君。哎，我觉得我应该去拍一个那种喇叭剑那种。侠女儿风，我觉得那种应该比要符合我的那种性格。要不要把郭敬明配上？嗯，很好看啊，选的。哎，看到这些照片，才会觉得原来自己还是个美女，知道吗？你不去看那些东西，你会觉得哎，长得太丑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可以让人增加自信，经常翻一翻。觉得老娘还是很美的，东西收起来去接娃儿去了，小猪猪还得早教班。我好了。
出来还是不得生气，他就当时没耍高兴，你让他不耍他就要弄。要好生的讲道理。你还该讲嘛？他听都不听。不听。听个妈妈呀。